中国高铁建设飞速发展，国内的高铁网十年之间快速扩张，总里程突破36000公里，规模稳居世界之首。高铁造福人民之余，中国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更加走出世界，协助友好国家推动经济民生发展。铁路是国民的经济大动物，更加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和主要交通方式之一。中国的高铁建设虽然发展时间只得短短十几年，但成就已经排在世界前列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底，国家高铁总里程突破36000公里，稳居全球排行首位。现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高铁网络，形成四中四环的高铁网络。未来中国将会完成八中八环的高铁网络，可以贯通全国东西南北主要城市。高铁的数据亦都反映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。班次最繁忙的上海，每日开出接近700班次的列车，其次是北京和南京。长三角和京津是全国高铁通行最繁忙的地域。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大动脉就是京沪高铁，更加是世界营运时速最快的高铁路线，以时速350公里来往北京和上海，途经苏州、南京、天津等大站。自从2011年通车以来，十年间运送了13亿5000万人次旅客，行程超过158000万公里，相当于围绕赤道跑了接近40000圈。香港亦都是近年踏上高铁快速发展之路，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18年9月正式营运，标志着香港正式纳入国家高铁网络当中。